我要不莫甘娜吧？行，莫甘娜放十。莫甘娜个加光辉女郎，好厉害了！我来个光辉女郎。啊，这是禁用啊！对对，这是禁用啊！先禁英雄。禁用。禁用。莫甘娜加光辉女郎。愁云使者禁用了，这个好牛啊！愁云使者不厉害，你进那个什么？啊、你进那个？你我进。战争之王。哪个？快！战争之王。也是左上角那个。啊，刚才你都点着了。左上角。行，这个也行。行。怎么的？我测试服打过，光辉加拉那个莫甘娜，一直控，控的都动不了。这个是傻人 ，DF 两个都是傻。不不不，第一个是疾跑，跑得快。第一个是疾跑。第二个是闪现，就这俩，没有天赋，不用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他就跟那个吃鸡大逃杀似的，旁边会有圈儿，然后一点一点缩小。我先给大家铺垫一下，这个二 v 二呢，赢了跟我没关系，输了。我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的问题了啊！我已经感受到了一丝威胁，有点感觉强度来了。没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我们现在是定位赛。OK。召唤流。不会一下不？你看我玩这个就不闪退。嗯。游戏问题。各位，你们看我玩英雄联盟不闪退，怎么捕获不到画面？奇了怪了，哎，有了。安妮儿加艾翁好像有点厉害，如果他们俩这个比较厉害，下把我们可以来。安妮儿你应该会吧？安妮，我安妮，我曾经在大乱斗说过三次，我再也不玩安妮了。啊，没事，那就随便摁就行，技能也没有蓝条，随便放。OK， 怎么说？我放的歌好听不？好听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在中路先买一个，对，守护者法球先来一个。好好好 ，OK， 买了买了。打起来了吗？没，先打假人，随便打。OK， 一会儿进去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先熟悉一下。好好好，熟悉一下，活动一下手腕，活动一下手腕。我们俩就是控到一个人，控完以后我们俩放技能，然后我们俩跑。你看，比如说他俩啊 ，OK。好好好。地上会有花，打花会回血啊。一会儿出来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会有花， okay, okay. 我们先控。没事、哎、我们俩拖就控住，打花可以。好花能回血。好对，我控住你的控，然后放技能走。走 OK， 走 OK， 我已经完全学会了。上面也有花，我去先把花吃，消耗它。来了没事，我们打那个他。OK。没打着啊！控，好控。控住了，没事。消耗。呜呼！耗来耗去啊！控。是的，耗来耗去。猴哥，你在毒圈外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毒圈外。他俩有盾，我们怎么进？我懂了，懂了吧 ？OK。缩圈，我来个珠光附身。我们俩前期确实不行，这个英雄，我们慢慢来。回归基本功还是全能龙华？都行啊，看看哪个。回归基本功吧，咱们就也不放大招了，反正我这大招也没啥用。我觉得这个 BGM 不适合我们。来了这个，
OK， 轻松愉悦的。刚才这两个人有盾，有点克我，打其他那俩没盾就好打。好，这俩就好打。好好好。好好好。反正我大招也打不中。Q。好 Q。Q 中了。W。然后再给你个盾。一跑一开。好 Q， 好 Q。猴哥你去哪了？把这个柯基先杀了。吃药，打他，跑，哦，我跑，他死了，我跑，我们俩耗他，没事，我去吃药，啊，你 Q 他，我就吃药，你 Q 他，哦哦哦，我先闪了，我，好，哎呦，我们俩痛，我痛，没 Q 中，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走位挺好 ，Q， 哎。别急 ，Q， 没事 ，Q 中，直接地上打杀他，没事，拿下，一个人活就行，没事这个。好的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赢了，右下角可以观战。OK， 还是这个 BGM 好，轻松愉快，反正技能都放得准了。一会儿我们俩伤害就高。我有大招，我不点了。喂，为什么呢？要点呢？因为我点了基础技能，没有大招。我明朗之靴还是清灵之靴啊？来一个法师之靴呀。没有啊。有，点左上角的所有物品，所有物品。左上角。哦哦哦，买了买了，有就点啊，哦，快点。哦对，没有大招。别担心，没有大招，但是护盾伤害和治疗效果都提高啊，也可以。但是我也点了，他们说大招要点，但是我不能用大招。对，不能用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对啊，我们在这等，我们在这等等他们过来，我们直接两个 Q， 然后直接把他们秒。好，没问题。嘿 ，Q 中了，哎，人呢？好 Q。这里头呢，这里头呢，给你盾，好，一跑一开，先走，等 Q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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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，等 Q， 我 Q 好了，先打这个 Q， 好，我给你套盾，哎，你死了，我也死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加油，虎哥，你随便打吧，别怕，好 ，nice， 我吃了。我直接将他拿下 ，nice， 拿下 ，nice， 哎，再来个 W 吧，永少帝国指令战歌选哪个？出那个面具，叫什么？兰德里的苦楚。OK OK， 出了出了。然后再买个药可以，有威能饮品可以买。药。左上角，微蓝色的，紫色的，紫色的 ，OK， 买了 ，OK。哎，我药怎么没了？被吃掉了。就来就来，先打飞机，哎，没打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没打着，没打着，没事，没事，能 Q 着吗？我 Q 他，我 Q 他。好听。完了，我又歪了。哎，打打花，打花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 Q 我 Q，Q 他消耗一下。好。好，别怕。别怕别怕。我 Q 我 Q。我们先把花打了。消耗一下。好好好。好我 Q。好 Q。好，我们硬 A 他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一不小心走了。Q。拿下。拿下。我号令之旗坚韧，还是万用瞄准镜，对远程英雄们的加成降低至100攻击距离。嗯，他们说可以刷，获得移动速度，像对底下可以刷新，就跟那个云顶之翼似的。法师，
极极小的、哎、回力 OK 标，回力 OK 标感觉很相当于两倍的技能级数，还是天生发明家吧。OK 标玩一玩，哎，有点不知道该拿哪个。回力 OK 标其实有点捞。我已经写了，猴哥，我写了个回力 OK 标，回力 OK 标，这个拉克斯能打、啊、能打我们，这中有中立。坏了坏了，我已经被打了。没事，打个花吧。打个花，打个花，你打花，你打花回血。好，回了。我们就在草丛里面等他们。快走，这个其实一直走，不会被打。来了 ，Q。哎，没 Q 到。他俩不来呀？等他们。对，我们在草丛里等。在草丛里等他们。他们也不来呀。来了 ，Q。别急。人呢？人呢？完了，我这技能一个放不着。闪现 ，Q， 蹲。这个地形不太适合我。啊，是的，这个地形的问题，地形全责。地形全是跳弹，不太适合我。啊，地形全责，是的，是的。中亚沙漏帝国指令米卡尔的祝福在出啥？来个，不行，来个帽子。恶魔之拥，来个帽子。恶魔之拥也行。先来个帽子，中亚沙漏嘛，他们说。我一定这俩人躲我们技能，他没招。是的。咱们先打一个。对，我们先打一个。好，就他吧，就他，就他，快点！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我死了，看你的了。你也死了，我也死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吃花，吃花，吃花，打这个。OK OK OK。把他小菊给杀了，对他没伤害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下次打他是吧？别打他。歪了歪了。没事没事，这边有花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这边有花可以 A。 对对对，出圈了，出圈了。哎，跑了，跑这儿来了。人呢？跑这儿，跑这儿来，跑这儿。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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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里边走。好好好好，我牛啊牛啊，猪猪太厉害了啊，拿下。下把看看打谁啊，我们下把打飞机加蝎子。好，我出个啥，恶魔之拥可以啊。恶魔帽子，帽子，出个帽子。哦，毁坏仪式可以试一试。不用点大招，我的大招不能用。对，点不了。点。好。没事，好，我们俩配合一波，先给这消耗一波，别急，绕一绕。先给这个飞机，飞机死。飞机死了。我们打花，我们直接追他，他走位，走位是吧 ？Q， 走位，走位还挺，走位还挺好。直接给他控住。我的好 ，Q， 耶、yeah ，拿下。每次攻击提供法呀。哇，好像很牛。嗯。我也选一个定身一名英雄，获得受益于最大生命值的护盾，要么体型变大，要么体型变小，司令之力，生命技能级数。哇，
来一个科学狂人，每次攻击加一个。他被战斗的热情，只有他对老大的孝心。好，好嘞。嗯，可以先打中间这个。OK。这玩意儿有点克我。是的。你打花，打花，打花，打花。好，我打花，花，花在哪？我这有个人。好。啥？你揍他。他死了。把他杀了。好，我们俩先把他杀了，我给你掏盾。他还能复活？他死了，我 Q 一下，他被控住了。我 Q 他。Nice。该出个啥呢？法穿棒也行啊。法穿棒，法穿棒叫啥来着？叫虚空之杖。虚空之杖。OK。他俩打，我们俩看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右下角可以观战。哇、哦，他们在打呢。嗯，好不好？右边这两个是不是刺客？对，右边俩刺客。怎么感觉这个召唤这个石头人的这个挺牛的？是啊，召这个翠神。翠神和安妮。两个召唤，完了死了，死了。但是他们被刺了。这两个我们不太好打，会。哦。他俩赢了。哇！我再出个啥？我把守护者法球卖了，出个冰杖吧。行，可以把守护者法球给他卖了。冰杖 ，OK。完了，还是我们打。不过我们俩血多了。右边可以看我们的血，我们有14滴血。可以。吃个药，哎，没吃怎么办？坏了。没事。我们还是在底下躲着。哎！来了，我直接命了。我。没事，我直接用大招把这个给他清了。好，完了，我死了。没事，我尝试一波啊，看看1v2。好，我跟你随便1v2的，真的。哎呦！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也没人。啊，不行。斗多少？我得必须搞个无敌的。获得召唤师技能中亚显灵。你们觉得这个巨象的勇气怎么？还是刷新？那这个行。尤里卡。我打他们俩其实拿这个挺好。哎，这个感觉很牛，不知道拿了。好像又是他们俩的。好，这次我们直接拿下他们，我已经懂了。OK。一有虚弱。哎、吃药了。没事，下波再吃呗。反正是他们俩打，又不是我们俩打。哎、哦。那我现在买了吗，各位？我现在买了，已经吃上了吗？已经吃上了，但是下一波还会有。好，吃一个得了。那要不我再吃一个吧，我吃一个生命的。只能吃一个呀，你还想吃几个？哦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别的也能吃。我喝了三瓶。啊，别的也能吃啊！我天哪，我才知道。早知道我也多吃几个，我以为药只能吃一个。我吃了好几瓶。我也吃几个。啊，决战了是吗？我吃一个帽子。我们康
别蛋了。我再吃个这个吧。每个都可以吃一瓶应该。我也再吃个帽子。吃个帽子。我有个帽子。好，我全吃了。底下每一个来一瓶。鞋子卖了换面具。换哪个面具啊？他想，他好像想让你出恶魔之勇，不过也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哎，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。真的，我们赢了。别急。他们在拉扯。嗯。嘿，预判，没预判到。先打一个。哎，叮叮叮叮叮！完了，我叮了，我叮了。完了完了，我也没了。完了，我们第二名。有点难。他有点克我们。刺客。对他俩刺客，我们俩法师。就是。没事，第一次我们玩就拿了第二名，已经可以了。已经可以。哎，哇，第二名无敌，还来不？啊，盯晚了。还是我们来点别的。我怎么点不了再来一局？我也点不了，卡住了。